现在到桃园高铁站哦，来，这是我们家玩老板的高铁初体验。因为等一下车程大概40分钟，我们今天要去台中，所以我冬天不能上厕所，所以我先带出来放松一下。晚安。哦，好了，耶！现在到台中站，哦，终于到了。你知道我要扛着这大概10公斤的东西，要走上面走楼梯走到一楼，很累，超累。我们到台中喽！哦，玩完高铁初体验，嘿嘿，可。哦，坐车。想干嘛？想上来？你上得来吗？你上得来？我操！你什么时候上得来的？小姐，你要带我狗去哪？小姐。小姐，请问要带我狗去哪 ？OK 吗？哎呦，有没要遛它呢，好爽哦！在一中街遇到另外一只白色彩彩，白色彩彩吃晚餐。好了，玩完好了。早安，台中。犬奶奶，它是母的、哦，柴犬奶奶，人家不想跟你玩，你就只能看就好了。对啊，大家，看就好了，不要激动哈、哦，好趴着，很快，他们这个是生蛋黄。现在再把蛋黄拉到冰里面，大郎跟阿才见面啦！他那喘气声哈，5公里外都听得到了。对，阿塞，还好了，我觉得相处的还可以啊。太远了，回来，阿塞。有啊。你没带水啊？没有。你要喝吗？我这边我都准备完。他感觉就是很渴啊，好壮啊，阿才。就是你照片好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没有说他照片丑啊。喂，
喂，你在干嘛啊？你身上都是土啦哦。开心啊，我玩。哎，轻一点。哎。弯。松饼儿，晚晚要回家咯。这两天玩得很快哦。我把婉婉操得冰冰凉凉的，他现在累翻了，他现在在我旁边。哦，婉婉，我们回家喽。累死，根本不想理我。好啦，今天的旅程就这样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